那当初在盖这个场地，我说花了6亿5000万澳币，大概花了130亿台币，光是只是这个运动场，纯运动场，整个场地大概花了3000亿台币，整个整修包括维修之外。然后它有三个原则要来盖这个运动场，一个就用环保，一个叫 rescue， 拯救什么？拯救这里动物的池塘。他们在刚刚我们经过的那个池塘里面找到了一只这个青蛙，这已经快死了。还有这一只青蛙。